哎，吓死我了！下午好，下午好，各位小帅们。刚才有个你们看，就是背东西换东西的，他背着袜子呀，然后围巾呀，然后还有什么？耳环，还有。他是用什么换的？就是平时梳头发那个掉的那些头发收集起来换的。哦，他就是来这个村里面。然后就是你们平时梳头发的时候掉下来的头发收集起来的，对呀、啊、然后换那个头发拿来干嘛呀？有用吗？它收集起来肯定有用吧。元宵节快乐，哥哥姐帅们。阿姨们说的那个，你们觉得那个头发有用吗？有人还来换那个？我们两个要不要跟去看一下呀？他刚才看我们两个穿着说不像换东西的。看着我平时穿我的那个衣服，他肯定会停下来的。要不要跟着去看一下各位帅们？要不要？要的话你们打个要。你们想不想去看呀？哦，居然还有收那个掉下的头发吗？嗯，以前就有呀。以前我妈妈我们头发掉下来，我们会拿来换袜子。哦，他背着就有袜子是吧？嗯，袜子。这是家人们说去看一下。那刚才我没有那个头发吧，我想给他买一点的，但是他看我穿着，觉得我们两个不像，他就走了。然后他还知道他都不理我们怎么办呀，家人们？怎么办啊？看一下。预约直播了吗？对，我把那个直播预约开启了，你们看一下预约了没有？你们能不能看到，就是那个公屏上有一个就是白色的预约框，直播预约框，能的话你们打个能，我不知道预约上了没有。走吧，你走前面。好，我们跟着去看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情况。嗯，这什么声音？什么在叫呀？不知道。哦，监控。农村里面都安了一个监控。人是吧？你们预约了没有？预约了的扣个一，我看一下哪些人预约了。这个小的时候，本来我们今天是来山上收点东西的。看我们收什么。你们叫喊着换物哦。你们能听懂吗？刚才那个阿姨说的话你们能不能听懂，家人们？哎，他走得好快呀。他不是本地的吗？嗯。哦，他东西在那里，他东西在那里。他居然不相信我们要买。我们两个要不先别过去吧？啊。如果没有人在那里拆开的话，我们两个跟着去，他还以为我们两个要干嘛呢。哦，真的啊？嗯。我记得小的时候就是有两个人这样背着来，然后他们就是。元宵节快乐，哥哥姐帅们。走到哪儿要在哪里过夜的，然后他就问我们家里能不能留下来过夜吃饭，我们就同意他们留下来过夜吃饭了，就给他煮了一个腊肉，然后第二天他走的时候给了我们几双袜子。哦，这样的呀。嗯。哦，走吧，我们去看一下。走吧。那里有人。他已经好像在交换了。你们想不想看，家人们？我也想，好想看，但是他不相信我们。刚刚阿姨莫说就是他想买点东西，但是他说我们不想买他那个东西的人、嗯、他说他那个东西可能就是有点那个了吧。他东西放在这里了，看到了没有？看到打个看到了，家人们。他把他的东西放在这里了，走远一点吧，免得他上去叫卖去了。你在山上还有雪呢。啊，能开着雪。你们刚才看到雪没有，哥姐帅们？怎么没有声音？没有声音吗？哥姐帅们有没有声音啊？哇，点赞7000了，谢谢点赞的哥姐帅们。谢谢。好多呀，什么宝贝我也不知道。他背的有很多的，有围巾，还有手套、袜子那些很多的。你们看到雪了吗？你们看到雪了吗？真的看到了吗？这里下雪了。来，我给你们，可能很多人没看，看到，来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来，看到没有？那个山上全是雪，看到没有？就是上面全是雪。走，我们上去看一下他去哪里了。你就说你真的买东西好不好？你，因为他看着阿姨莫，阿姨莫穿的不像农村人吗？我看一下，阿姨莫穿的像不像农村人？各位帅们，像不像？他怎么回事啊？他就跑了，他说我们不像是买东西的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呀？不像，不像吗？看这人呢？啊？哦。
那去了。哦，他那里有人，走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好吧。走，我们过去看一下。他居然不相信你要买他的东西。那你妈要我穿厚一点，厚一点。啊？我要把我那个民族衣服穿上，他就相信了是吧？相信了。嗯。走亲戚的，不是走亲戚啊，我们是过来买东西的。我们收点东西，今天你们知不知道我来收什么东西？因为阿姨莫他们的家是那边，那个可能我们走了差不多有1公里了吧，我们走了差不多1公里多了，然后我们过来收点东西。你们知不知道我来收什么东西？各姐帅们，收山货，不是山货，我来收一点就是阿姨莫吃的东西。阿姨，你给他看见你，我先给你走。俺们赶快去骗你。阿姨，我们说买你的东西，你怎么跑呀？买不来，棉花来吧。来吧。棉花一个。来。鸡蛋煮饺一个。有没有土鸡蛋？有没有土鸡蛋？鸡蛋有没有？鸡蛋煮饺，土鸡蛋。啊。几个？你家里面有没有土鸡蛋？姐妹。我们买土鸡蛋。你也疼你那什么东西？哎，你疼吗？这个。多少钱是吧？等一下，我这儿买点东西，我再过来，好不好？好。这里买点东西再过去吧。俺们什么事？上次买的小香菇挺好的，是吧？今天没时间给你们收东西卖，各姐帅们。今天我收点鸡蛋，我买点鸡蛋回去吃。阿姨莫家里面的鸡蛋都吃完了，我现在来买点鸡蛋。阿姨莫，我们两个来，你们想不想吃土鸡蛋？你看那里这土鸡是放着的，看到没有？看到了没有？看到打个看到了，那里有只土鸡，看到没有？你骗的，你骗的，可是他们上海，你就是，啊，啥事？我就不忘记过吗？你就不能让他叫了，你就不能我是看你的小心的，我家的有宝贝，有什么宝贝？我看一下哈。嗯，我家是有袜子。哎呦，这么多袜子呀！这么多袜子，好的。这个是拿来卖的还是拿来换的？阿姨莫，可以卖可以换是吧？对，可以买也可以换。哦，这样的呀。还有很多围巾，俺们皮他给的。嗯。来，我看一下。你们皮给俺这样的，这样的。哦，这是头巾吗？拿来围着也可以，拿来干什么都可以。哪个好看呀？哥姐帅们，哪个好看？我学一下。哪个颜色好看？是哪个好看？哪个颜色好看？你只有三给你。我看一下啊。问你们。那你哪个好看？哪个好看就选哪个好看，哥姐帅们。红色的吗？没有红色呀。这个先淘汰吧，这个是老年人戴的。我觉得那个边上的那个好看，这个吗？对，我觉得这个也好看一点。你觉得这个好看吗？但我这个好看的你们扣个一，这个好看的扣个二，这个好看的扣个三。哪个好看呀？扣哪个的？我的眼光是不是不行啊，哥姐帅们？他们扣的是1和2。1和2。啊。一是这个吧？啊。二是这个。那两个都买了吧，好不好，哥姐帅们？好的话，你们打个好。他有没有喜欢买这些东西？冬天冷呀，冬天冷，下雪呀，山上都下雪了。你们看一下，你们刚进来的很多人可能没看到，这山上有雪，看到没有？阿弟，我人家去了，人家，你过去，我穿个红衣服。哦。什么？他说那些头发白了。他说我头发变白了。哦，我刚才你去收头发，然后他们家的头发白了是吧？哦，是变了，哪个好看？哦，白了的不要是吧？五块钱嘞。白了的不值钱了是吧？5块钱一起买了，他们说一起买行不行？好不好，哥姐帅们？那个你们不买，你去开过去去一样了。这个明白？裁判？怎么？什么？不是可惜了，你裁判怎么？10块钱一张。10块钱一张吗？10块钱一张，少点。你还讲价？讲价了哦，8块嘛。阿姨莫还讲价，哥姐帅们。你管住了，这点你直播嘛点点，我五点，我才五块两。哎呀，我还讲价，不是8块钱一条，8块钱一条，一条10块，一条10块。不要讲价了，哎呀。
不了，你哪里？不要讲价了。该么讲，不要讲价了。五点。吃不起饭，那吃饭等你。嗯。什么时候直播？好久没直播了。嗯，我下面预约了那个，就是预约那个直播，你们预约一下吧。那个公屏上面你们看到了没有？一个白色的框框里面。买哪个好呀？都买吧，都买吧，买两个吧。你不是他们说一和二好看吗？是不是一和二？重新来一下，各位上面哪个好看？一、二、三。哪个好看？你们一的扣一，二的扣二，三的扣三。这个是三。你们说哪些好看，我就买哪些。啊，有的扣三，哦，好多人扣三的呀。三是这个。啊，都买吧。买那么多干嘛？我买两条，都是拿一条回去给我妈妈带的。是吗？哎呀，三条都买了吧，三条都买了。啊，三条都买了。看的，30块钱，三百二十四。不要讲价了，你别讲价，你跟你说了不要讲价了，人家，你人家背着这么重的东西，人不容易啊，挺不容易的，是不是？各姐帅们，你看背着满山跑，背着满山跑，挺不容易的，是不是啊？是的话，你们打个是，啊？两条就够了吧？你三条都买了吧，照顾一下生意嘛，对不对？我生意嘛，换了嘛，换了。我也是来照顾生意嘛。照顾一下生意。我照顾生意。生意我来点。照顾一下生意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好的。这个阿姨说让你们说好好好，我听懂了。哎，把这个接电。你看小朋友的袜子。袜子就不买了，袜子就到城里面去买吧。袜子还有吗？然后我看一下，我今天专门我上来收东西，我专门带了现金的。等一下啊，我看的。三条都收要了是吧？好不好？等一下啊，我拿钱。来。二十五嘛，哎呀，有人来。哎，你还讲价？我都跟你讲了，不要讲价了，你还讲？什么？你便宜几的了？啊，我们是。哥哥姐帅们，我要不要多给一点呀？要不要多给一点？我觉得好辛苦呀，我觉得好辛苦呀，然后背着这个满山跑，要不要？要的话你们打个要字，你们说了算。有的说要，有的说不要。多给二十吧，我这儿有张五十的，好不好？觉得挺辛苦的。你看笑得好开心啊，声音来了。好的话你们打个好。怎么都打不要啊？我还发阿姨莫，我还发阿姨莫。阿姨莫喜欢围巾了。阿姨莫喜欢围巾了。来，给你。谢谢了哈。不谢不谢。再抓不谢谢了哈。不用谢，不用找了，不用补了，给你了。阿爸。不用给了，我亲戚看着呢。哎呀，你啥意思啊？你看不看？你接不看？啥？那我再拿两条围巾。什么？我再拿两条围巾。哦，可以吗？别拿了，那个是多给的。阿爸，多给他的。三两钱。好了好了，走。我看看你去。不用，不用，没事。不拿了，不拿了，不拿了，阿姨，不拿了。哎呀妈！不拉了，不拉了，不要了，不便宜，够了，哎呀，没事，不合适，三条就够了，哎呀，不合适了，没事，多了我们又用不完，这个我10块钱了，给你，不用，好，再见了，好，再见了，走吧，我们上去买鸡蛋，好，走了，你慢点哈，辛苦了，不合适了，哦，没事。没事，给你。哎呦呦，这个太实在，这个阿姨不用，真的不用，走了，真的不要，真的，没事，走了，不用谢，啊，再见，太实在了，不谢，再见，他高兴了，你看，大家都高兴，好，再见，没有，辛苦了，慢点，不谢。不谢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哦，那你们这个怎么了？哎呀，一直在感谢，是不是？嗯，他是我们两个发大财的，真的，发大财，哇呀，好多土鸡呀，这家，好多去买点鸡蛋，
可以送人，没事没事，人挺辛苦的。拿去吧，我拿去。见不得，我就见不得这种辛苦的，真的。本来我想多给200的，我害怕阿姨们回去骂我。哎，那个老奶奶叫一下呀，人呢？阿姨，买鸡蛋。他家有狗吗？我害怕。没有狗吧？啊？没有狗吧？哦，有个小朋友回来。哎，你们奶奶呢？奶奶呢？叫奶奶过来，我们买鸡蛋。有小朋友，听不懂我说话吗？你问一下。能听懂大的，能听懂小的。你站这边有点反光。对，这样才看得到你。哎，好美呀，我媳妇儿真美。夸下我媳妇儿好不好，家人们？啊，不了。啊，不说不。涛总，好久没直播了，什么时候直播？奶奶呢？啊？嗯，多给20合适，你娃妈妈也开心，大家都开心。是的，是的。就是我下次直播我已经在公屏上预约了，你们没预约的可以预约一下，预约了的扣个一，我看哪些人预约了啊。我带你们来体验一下这个村里面这个我们来收东西的这种快乐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大家都开心。有时候多给他们20-30块钱，大家都好开心啊。肯定啊，这些村民好朴实呀。山上都有雪，你们看到没有？这还在下雪呢。啊，阿姨莫家的话，你这里有1公里，我们是从那边过来的，走过来的，我们是慢慢走过来的。啊，都预约了是吧？捡到便宜了。好好，预约了就好，预约了就好。嗯。鸡蛋是多少钱一个呀？这两天。我不知道。哦，来了吗？来过来了吗？哎呦，那这边了，这边了，这路宽点。这个小狗狗让一下，它咬不咬人啊？叫到这儿来吧，叫到这儿来，这儿来吧，阿姨，这儿来，这儿来。你带个母吗？是不是土鸡蛋？土鸡蛋，你们养过的。嗯。他们看。看你们，我看你们呢。吃饭都能到不掉。吃饭。嗯。什么小朋友？你会不会说普通话？会不会说话？会吗？读书了没有？读书了。读书啦，读几年级啦？四年级。四年级吗？学习成绩好不好？好啊，哦，加油啊！这都是你家的吗？是不是土鸡蛋？土鸡蛋，是我们会小姐姐。哦，这个车要走吗？这个车是不是要走？是往前走还是往后走？往前。啊？哦，往前走的吗？我觉得把这些草木了，土鸡蛋已经草木了，这哦，那都是这些鸡下的蛋是吧？对，是不是啊？这块，这个哦，要看一下吗？哦，这些鸡下的蛋是吧？哦，土鸡蛋，好好。好，来，有多少个？看一下，有多少个？你还给他们两点，他们两点是吧？这样的吗？什么？还有么？是什么？哎，没说。没说多少钱一个嘛？你很嘞。一块五一个吧。多少钱一个？奶奶。你喊干嘛嘞？我想叫我们都，哎呦，什么这样的嘛？这个是。黄色的鸡，黑色的鸡，是的。哦。那个鸡下的蛋，他说，他一直在强调，他说让我相信他。他外面那个你们看到了没有？看到打个看到了，家人们。他外面那个鸡，他一直在指给我看这个奶奶，他说是他家下的蛋，他一直在强调。2.5元一个吧，我城里面的话要3块钱，2-3块钱一个吧。就不几个吧，就不是了，是吧？哎呦，不是，就不要我。多大了，奶奶？你多大了？你给我称赞我，你给你发的，给你发的，啊，嗯，挺好。75岁啊，75岁，75了，哇，身体很棒啊！不怎么听得懂，奶奶不怎么听得懂。你现在吃不？啥？怎么了？袋子不行吗？不行。我看一下，哎呦，还有鸡屎，你们看到了没有，家人们？还有鸡屎。我刚才背了一点水果来，还没吃完的。啊？分给他们吃吧。分给他们吃吗？哦，分给这些小朋友吃是吧？可以，这小朋友好多呀。那这名字叫嘛？来，过来，小朋友们，想不想吃水果？想。想吗？好，想的话就分一点给你们吃，好不好？他们三个吧，拿去洗一下这个也拿去洗一下。要洗一下再吃啊。
不用谢，不用谢啊，太有礼貌了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不用谢，不用谢啊！你这个鞋子怎么回事啊？都坏了，哎呀，这家人，给你们看一下吧，这些人给你们看一下，家人们。阿依莫家在哪里？阿依莫家在那边，看到没有？那边，就那个那个山的那个边的脚下，就有离这里有一公里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你。说的话他听不懂啊！哎，进来，进来！你们吃饭了没有？吃饭了没有？没有。没有吗？下午吃的吧。什么？下午再吃啊？哦，早上吃了吧？早上吃了。下午吃了。煮鸡蛋三元不贵，他现在是多少？一块五是吧？一块五一个，这山上是一块五一个。数一下。八。啊，这些小朋友都挺懂事的，是不是，家人们？有没有感觉？你们那里的土鸡蛋是多少钱一个呀？各级帅们，什么时候还直播？没时间啊，各级们，我都是两三个月播一次，但我下次约了一个，下个星期还是下下个星期，我在公屏上约了一个直播，你们看一下嘛。到时候我到时候跟你们聊聊天，带你们去玩好不好？到你们到山上来玩，你看山上还有雪呢，一块五是吧？哦。行，一块多。二，多少钱？三四。哇，那么多啊！你水果还有吗？有，这个有。给奶奶吃一点吧。来，等一下。哦，还有水果。六双是多少？三十六双。双吗？冰姐。是。来，加上这个就三十七。是三十七个还是？三十七个。三十七个吗？三十七个，三十七个，算一下，家人们，一块五一个。来来，吃点水果，吃点水果，吃点水果。给奶奶，给奶奶。哦，没有了，全部给他吧。不用谢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全部给他们吧，我们回家再吃。嗯。我说姐，说姐，你们是哪的邻居嘛？俺娘是俺山东的嘛？啊，他是啥？三十七个是多少钱？多少钱？五十五块五吗？那等一下，一十。那听你们。三十几个。三十七个，我帮你算一下，好吧？我用计算器给你算一下，免得计算器给他算一下吧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帮我们算吧。免得。免得就是奶奶那个，来，啊，你说什么？我的这个是什么？你说，苹果手机是吧？这个你还认识苹果手机啊？你这么小还认识苹果手机？你多少岁了？我们这是什么呢？九岁了吧？哦，哦，哎呀，你们衣服要洗一下再穿嘛，衣服脏了要你看，啊，你这个手，你这个小手都。这个冻成这个样子了，要洗一下手，知不知道？再去拿三个了。啊？就好算，他说四十个。哦，他还有吗？嗯。四十个是吧？嗯。行，四十个，我不是我乘给他看一下好不好？哥，就上门。十个是十五块钱，是不是？我乘给他看一下，免得就是这个老人家不放心。四十乘以1.5等于60。好，我一会儿呈给他们看一下。你呈给他看，他不懂。这个小朋友的衣服怎么这么脏啊？嗯，农村里面都是这样子的。啊，小孩子调皮是吧？嗯。但是他的那个手怎么感觉？他到处玩呀，到处抠呀什么的，就会。玩泥巴是吧？嗯。小朋友，哎，你怎么不理我呀？你不理我，我以后不给你东西吃了哟。我跟你说话呀。我说话你能听懂吗？能不能？能吗？你多大了？五岁。五岁了吗？哦。哦，就拿了三个。数好了的吧？你会数是吧？数好了没有？数了40个。40个是吧？是。40个是多少钱？你知道吗？好像大概60元。大概60元。不能大概呀，你这个得计算呀。你读到几年级了？我
四年级是吧？这个是这个是你的什么？奶奶。你奶奶是吧？嗯。爸爸妈妈呢？我爸爸妈妈在家里。在家里吗？你们你在哪里读书呀？我在。那不是你们那个吧？啊。西宁吧。西宁是吧？对。西宁是吧？对。成绩很好是吧？你是走路走路去读的还是？走路啊。嗯。哎呀，多少？哎，得看，你就加点量。多少？多少时间走路的话呀？我的那个，五点钟，大概七点，那七点到那儿。那什么？要走两个小时啊？哇，你这么厉害呀！每天都走啊？每天都走去上学啊？不要这个。哎呀，要加油的学习，要走出大山，知不知道？算好了没有，弟弟？嗯，你再算一下，我让这个弟弟算一下，他。来，你拿着一下，来放在那里，放这一下。我算了一下，但是我看我们算的一不一样，好不好？我算一下。你有没有笔和本子？我算了。你拿笔和本子过来算吧，我等你，好不好？嗯，让小朋友体验一下这种，以后他对他是有好处的，对不对？给你算门。那个忘记了哪个？啊。眼睛都忘记了，还叫啥？他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是往家走的。你是下人嘛？能啊，我就也没就要我们吃，谁这么老就也没。他说什么？他说他问你是不是我老公。啊，然后呢？那他说我们两个挺相配的。真的吗？我帅不帅？你他听不懂。他什么？他说我们两个长得一样。长得一样吗？我好不好看？来。好看，好看吗？嗯，你也好看，你也好看。我老了，这不好看。哎，好看，好看的。老的嘛。哎，不老不老。今年蛮好看。你看这个年纪，你现在你看挺。你们两个爷爷年纪蛮好看，你们两个。你们能不能听懂啊，家人们？好看的很呀。那你们两个漂亮的很的嘛。啥？你说啥？我们两个漂亮吗？这是多少个呢？七十七个吧，不是七十七个，是多少个？37个，现在40个了，四十忘记了呢，丢你们的。要不要再数一下？要。60。你算了60吗？对，60。啊，你每天走两个小时去上学呀？是。他每天去读书就是每天走去上学的。心里不的，很记住，心里读书的。哎呦，那这个很费鞋子吧？是不是鞋子很快就坏了？对。每天放了学你又走回来是不是？哇，很能干。一定要加油的学习，好不好？家里的学习以后要走出大山，60块钱是不是？是。啊，行，等一下。是40个的，要不再数下吧？我都，他们说不对，他们说是70个呢。什么是七数啊？什么是七数？是24680的数的。要不再数一遍吧？啊。再数一遍吧。这直播间的朋友们说我们数错了，他可能是给你们少数了，我们再数一下。弟弟，我们俩数错了吗？没有啊，他们肯定是看花眼了。是肯定，他们肯定是看花眼了。不会有70个吧？这一点儿，来拿出来看一下，来再看一下，要不要重新看一下？各有什么要的打个要，不要打个不要。这点有70个吗？笑，不用数了，没错，40个，不会错，不会错。这是一三九呢，其实那得数几对啊？对了，是那小朋友是读几年级了？你啊，你？我4年级。你4年级是吧？对。哦，4年级肯定不会错了嘛，4年级肯定会数数了。行，奶奶让我给你钱，好不好？还有零钱吗？你零钱是有的吗？是有的。零钱吗？有吗？有吗？这样子吧。60。这样子。各位小妹，要不要多给点啊？啊？要不要？啊，这他们因为这个小孩子，你们的学校在哪里呀，小朋友？学校往哪里走？往哪里走？往下面走是？往那下面走是吧？哦，要走2个小时。哎呀，给多少？给多少？各位学生们，给多少？你们说了算。你们说了算。你们说了算，给多少？又不得一个呢？我说也喝那么少，还是没给他三个，又不得三个。你们种的这个菜卖不卖的？是不是拿来卖的？现在也在，还比就是5个的。
五更吧，给我安靠个，靠个家靠个脚。俺们俩靠吧。哎呀，好冷啊！啊，对，就是你根本穿都没事。要多穿点衣服呀、啊，小朋友，要感冒的。我觉得你，我看你这个衣服穿的太少了。这个看一下这个衣服，家人们，不能不敢露一点啊，害怕那个。看一下这个衣服，哎呀。哎呀，心酸，心酸。反正你这是我才想安靠个。心酸。他们只说这个了。哎，说出来你不说的，跟爷爷没有关系。来，小朋友，过来，我跟你说。我回去安靠吧，天天弄。啊，你呀、啊？来。哎，对，哎，这他们去了。来。那个一个不行啊，干嘛？他说他去拿零钱去了，不用拿了。嘿，小朋友不用拿了，不用补了。来，再多给你100，再多给你100。来来，祝你身体健康。来来，拿着拿着，拿着拿着。给这个小朋友买点零食吃。你要补了？哦，补点多的。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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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补不用补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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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好不好？想不想要穿新鞋子？想。想吗？好。哦，改天来看你们。我今天没准备，我今天就是来买点鸡蛋。那我们走了。来，我去那，谢谢阿姨的姐姐，不容易的。一来到那，我去不那个叫。来，我不是那在哪？他说啥？我们才能去马场。我说，俺个俺个他们。上上野吗？那去俺们吃朋友们。但是要加油的读书，听到没有？好好读书。我看到你刚才算那个算账，算得很好，知不知道？很棒。每天上学走2个小时，放学走2个小时，每天走4个小时是吧？我给你买一双好一点的鞋子，就耐穿，好不好？下次我来找你哈。嗯。那我们走了，来来，拜拜，再见了。啊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我们走了。嗯，好，再见。我那他们那个学习的，那咋拿？啊，我妈你们给。好，你以后收起来，我再来给你买，好不好？鸡蛋我来给你买，好不好？对对。我是今天发财了。发财了？没有。今天我带的现金不多，因为我还要去买东西。改天我来，我再多给一点，好吧？你把那套补了。嗯，好，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好了，走了，走。小朋友挺励志的，你看每天走2个小时去上学，放学还要走2个小时，真的挺心酸的，是不是、啊、哥姐兄弟们？哎，我真的走4个小时是什么概念啊？我的天啊！看到他们就还每天走啊？看到他们你就想起来你的小时候是吧？嗯，我小时候也是这么走的。来，他啥？你去摸摸。那你去摸呗。你去摸嘛。你去啥？有啥什么？你去摸一万个。哈，啊不，你去叫啥？俺老叫打铺也没。打铺。嗯。啥意思？他说他也跟我一起。哦，家族吗？一家人。哦。一个家族呀。哦。哈哈哈。俺啥不自知的笑。哦，哎莫，你是多少代的？二妈。哦。你儿子吗？嗯。哦，是那妮儿。啊，婆妈子，他是我爷爷辈的。哦。他比我辈分大。比你辈分大吗？那都给了。哎呦。改天再来。哦不，爸爸喊杨子走来买。他啥？他叫我们两个吃了饭再走。哦，不吃了，再见，下次来，下次。好。我弄不来。买个电动车给爷爷。